我现在来到恋人甲步道，沿途都是山茶花。从停车场走过来要700公尺，其实上下坡走楼梯也是会流汗的啦。那今天海风还蛮大的，目前为止都看得到富士山，只是希望我带回到云剑海岸也可以看得到富士山。那从云剑海岸可能就要直接杀回东京了，可能没有什么时间。哦，这先去这个恋人之中敲一下哦。虽然一个人出来旅行没有恋人，但是还是要祝福一下自己。富士见，由步道纪念塔，看一下富士山啊，富士山。是绝景耶！哦，弄丢了。先录到这边，待会再到恋人甲录一下。关闭录影。停止录影！停止录影！停止录影！